平时现在就没有很喜欢的了。之前小时候挺喜欢什么周杰伦这样的吧，现在也挺喜欢周杰伦的。像就小是，时候，对，因为我很喜欢就是那种有节奏感，然后就是摇滚那种的。不，我不太喜欢听那种就是一个调或者平淡那种，因为我一般比赛前或者是就是一些就是想让自己就是稍微调动起来的时候，我都会听周杰伦或者是一些有调，就是挺嗨的歌。那会儿打球的动力就是特别想，就是亲眼能看见真人的那种李晓霞、张继科，真的，我就感觉我在电视上看，或者是在一些就不是这种真人能看见吧。而且那会儿我非常就是挺羡慕，就是就衣服上有国旗，然后衣服上有你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挺想就是去北京，然后进国家队，想让自己也能就是能看见我这些偶像，然后也能就是自己能亲就是穿上带国旗的衣服。我觉得日本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开赛成人组的，然后我第一次拿到双料冠军，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吧，但是我心态确实那次比赛第一次打嘛，因为我就是心态很好，然后尽量的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当时其实挺开心的吧，当时真的很开心，而且我跟陈欣桐是第一次搭配吧，然后第一次能在成人组公开赛上，还是这么高级的赛事，能拿冠军，还是当时非常开心。但是我觉得下了领奖台就一切从零开始，毕竟明天还有单打嘛。我觉得底下就是私下很好，就很好的朋友，因为不是有句话，就是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嘛，应该还是就是分得挺清楚的吧。我就是在场上该拼该赢，就是还是要拼，还是要赢吧。然后在底下肯定还是很好的关系吧。其实，在1比3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就是可以，那个时候我已经很被动了吧。但是我想的是，哎，再咬一咬，坚持坚持吧，没准能翻回一局就翻回一局嘛。毕竟
自己第一次打，然后也不想给自己留遗憾什么的吧，然后就是在场上心态最后越来越好吧。最后他发球发的也不太严密吧，我觉得都是半桌台，然后我就抢拉他，然后我最后我自己的质量第七局确实自己打的还不错吧，然后第七局自己的拼抢还有质量都上来了，然后他有点保守了一下就拉开了吧，而且本来就是我拼他的心态打。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我觉得就是谁都会有发挥最好的时候，会就是有一个突破点，而且那场梦姐给我打确实最后她领先的时候有点松了口气，能感觉到，然后如果她要是就是一直像之前那么抓着我特别抓紧的话，我估计我也不会能赢回来。不，我在生活中，我特别有烦心事或者是特别就烦躁的时候，我就会就是一个人静一静，不说话了。但是我是属于正常情况下都是比较爱笑爱闹的话，就是老跟别人就是没事嘻嘻哈哈，然后老是那种特爱闹。打的确实有一点。跑到韩国打亚少，他们还发一成都公开赛，我们俩的那个做场外的那个照片，还发一个那个。黄指导就现在我诸葛亮来也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嘛，就说你少年要老成嘛，然后我就就在场上一定要表现得成熟一点。在场上肯定不能急急躁躁的嘛，毕竟对方一看你急急躁躁的，那你肯定完蛋了。我就肯定要表现的，不管是输还是赢，你肯定要表现的自己非常有信心，然后非常成熟。就你面无表情，他也不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或者是你就是已经着急了或者什么的，看不出来吧，让他。没有想过，我觉得这次我就是首先还是把自己的心态也调整得非常好吧，因为这次公开赛比日本我觉得强，因为这次公开赛主力们都参加了嘛，四个主力都参加了，而且这次中国公开赛我觉得还是非常强吧，然后我确实也是把自己位置从日本公开赛打一下又把自己放低了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是以一种抱着学习拼的状态去打吧，然后我还是以就是一场一场拼，然后不输外战的情况下，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打，但是确实最后发挥确实越来越好。我觉得枣儿姐她确实身体状态刚打完世锦赛，她确实也很累，然后他可能身体啊肯定没有好，然后状态肯定也没有好，我的气势越打越往上，然后而且我是本来就是拼着他打，当时我的状态确实已经很好了吧，然后我当时所有的出手啊还有质量估计都超乎他想象。
发挥的正常吧，一般吧，就是因为第一局上来自己打确实很顺，因为宁姐不知道我今天是什么状态，或者说我今天的技战术会是什么，她也是在试探我吧。然后慢慢后来他给我的变化越来越多，然后给我造成的压力也很大，因为他发球我接不好，然后我又打不透他，他又能防我什么的，我就自己心态越打越着急，完了最后都放不下来了，就越打越快越打越快。但是我从这场球跟他打完，我觉得我就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还是就是说明跟主力还是有一定很大的差距的，因为我的经验还有质量还有一些临场的变化都确实还是不行。而且再加上自己发球得分就是很少，而且他再扛我几个，我机会球越拉越快，然后自己心越打越浮躁，最后就我觉得输得很正常，这也让我就感觉啊，我确实跟主力还是有很大差距，然后回来让我继续加强。我觉得我跟谁的关系都还算比较正常吧，而且我觉得我这性格还挺好接触的，对自己正常确实还行吧，但也不算很好吧，我觉得我反手跟这种差不了多少，就是我的偶像如果有一个地方特别好的话，我会向他学习，我觉得我肯定以后就是困难越来越多，然后路肯定不会再像这么好走了，因为大家已经研究我知道我下一个目标还是就是